都是你干的，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黑猫已经怀疑你了。我现在很糊涂。你跟黑猫不是一条心。我跟谁都不是一条心。你是卧底。我是一个孤独的游魂，不替任何人工作。 我也是一个孤独的游魂，我们互相取暖吧。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我不在乎。你还是嫌弃我？都是在刀尖上舔血，脑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掉。谁欠谁啊？那你为什么不碰我？ 是个守信用的人，我对他有过承诺。他是谁？我的爱人。你的爱人是谁？我从荒凉的沿海滩头走到更加荒凉的戈壁滩，我从未迷失过方向。即便是走在只知道前后左右、不知道东南西北的风雪中。 黑猫，你也是他的人。张总，我要是您，就把门关上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搞这么大阵势做什么呀？ 不小心的话，是不是你已经拿着我的人头去领赏了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还记得K2吗？我没有忘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兢兢业业的为K2卖命。那告诉我，为什么送女儿去特种部队？ 黑猫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为 K2 卖命，不牵涉到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的女儿，她选择什么道路是她自己的事儿。我们和中国军方是死敌，你让女儿去参加特种部队，我是不是可以怀疑，你和中国军方已经串通好了，是为了出卖K2？不是我送她去特种部队，是她自己被选上的。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信不信由你。 如果我要出卖K2，早就没命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把你的破相放下，杨秘书。你还好吗，凯瑞？ 你到中国来，就是要问我这个吗？
你看看你拥有的一切，奢侈的生活，你的女儿买车1200万，好潇洒呀，迈巴赫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挣的吗？不是。当然不是。你拥有别人羡慕的财富，你出出进进，像足了一个成功人士。这一切都是谁给你的？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谁给你的 ？K2， 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只是 K2 的一条狗而已。告诉我，你会坚决的、无条件的执行 K2 的命令。告诉我。K2 不需要眼泪，剩下的事情姚秘书会告诉你，等我的消息。也是国外留学的时候加入 K2 的，你就心甘情愿进这个黑洞？你有现在的生活，不是心甘情愿的吗？黑猫刚才说过了，你由我指挥。现在，我想看看你的研究成果。钱一样难看的要死，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啊，少废话，再来，快，我来真的了啊，来吧。有情况，你嘴开过光吗？同志们，根据可靠情报，国际恐怖组织 K2 的重要头目黑猫和一批武装恐怖分子于昨夜偷渡入境，他们盘踞在蜈蚣山的一处废弃厂房中，有30人之多。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刻出动，
注意，这批恐怖分子是黑猫的最精锐的手下，其中不乏外军特种部队的退役老兵，他们装备精良，实战经验丰富。都听清楚了吧？特种部队的同志担任尖兵突击组，我们随后跟进。秘密渗透、无声战斗是你们的特长。多起见，保重完成任务。雷神，你为什么不去准备啊？哦，我让他们帮我拿东西了。有件事我想问你。讲。是不是他提供的情报？我知道我不该问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太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第一，我不知道。第二，你根本就不应该问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行动在即。我希望你不要反省。是。去吧。你以为我不想知道？怎么，不打算见黑猫吗？没见过。你今天穿的不太一样。是吗？怎么不一样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一些事而已。想起你之前的女朋友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不谈论这些。我看得出来你有心事。我的心事一直很重。是你干的。我干的什么？负责后门接头的那些人是你干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我和你一样，我也想毁掉 K2。是的，我是黑猫派来监视你的。我也发现了你有很多破绽，但是我都没有说。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和什么人通话，可是我没有说，我也没有去听。我知道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理由。我想毁掉 K2， 也许你也在做这件事，那你就是在帮我。你为什么想摧毁 K2？ 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过自己的事，因为我害怕一旦说出来就会被杀掉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你，也许是因为我爱上你了。我出生在一个外交官的家庭，我的爸爸是一个国家的驻外大使，我的妈妈是一名钢琴教师。其实我也曾经拥有一个很快乐很幸福的童年的。
我恨透了黑猫，也恨透了 K2。我想摧毁他们，可是我没有能力。可是后来我知道你也想摧毁他们，所以我不会出卖你的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出卖过你。黑猫问我，我都没有说。 我一直说你很正常，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。我想杀了黑猫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你刚才所说的，我当作没听见。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？我不相信任何人。可是你清楚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 赶紧出发吧，今天还要走很远。黑猫，他还什么都没有说。
天猫，什么情况？目光所及，没有人影。这，走。是你踩的。别过来，大家原地都不要动，警戒，他们在这里埋了炸弹，肯定有埋伏，这里到处都可以藏狙击手，这要是真的有埋伏的话，咱们趴在这那就是活靶子啊。去开路，我去拍炸弹。喂，怎么又是我开路？前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地雷呢。因为你的排雷成绩仅次于我。哎，这就是兄弟啊，关键时刻就把我给出卖了。我来开路。大家跟着他的运动轨迹往前进，千万不要超出他的运动范围。你怎么样？有把握吗？不知道，只能试一试。你也走，别管我。我是爆破手，这是我的工作。这是自制炸弹，不是地雷。我们不熟悉这东西的路数，太危险了。我可以撑住，直到行动结束。没有声响，就不是生化引信。那有可能是松化引信。你听到声音了？咔嚓。
成功了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啊！他们竟然成功的拆除了我们那儿乙兵。这群女兵还挺聪明的，我们现在就去干掉他们。再等等。等他们都进来，等他们都进包围圈，然后一起包围异地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有个问题，他们设陷阱有什么意义？这不是在境外，这是在我们的敌头，他们这样折腾也跑不出去啊。是啊，他们应该想到就算我们全军覆没，外面的军警也成千上万呢。他们就没想跑掉，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想跑，他们想杀掉我们。他们想一网打尽这次安保活动当中最精锐的突击队。我胃口不小啊。他们不动手是想扩大战火，我们动手。我们现在在他们的包围圈里怎么动手？正因为在他们的包围圈，我们才更好动手。我们现在就在敌人的心脏，他们不是想包围我们，我们就给他们来个反包围。